情的掌声欢迎高一新带来精彩的琵琶演奏。首先第一则曲目带来的是《青花瓷》，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这一位这么年轻漂亮、这么有气质的美女，才是我们高瑞坤高秘书的千金哦。我想我们在场很多乡亲都不认识，那你再自我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好不好？我晓得你有获得很多奖项，同时也有参与很多的表演活动，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想我们乡亲如果有机缘，也可以邀请你表演啊，对不对？为我们在地的来打拼，对不对？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艺昕小姐。大家好，我是高秘书的女儿高艺昕，然后现在目前就读台湾艺术大学，刚要升大二。然后我最近的经历大概就是我五月的时候有和台艺大的国乐团一起到国家音乐厅表演，哇，不简单啊。然后也刚从内蒙古交流演出回来。哦，是，好，那我想呢，有机缘是不是也回来我们的潮州，给乡亲们表演，或者是我们公所，尤其我们镇长，他是爸爸跟镇长是两个非常默契的好朋友哈，不是上下属而已，是默契的好朋友，所以只要我们公所有活动，可以回来支援，好吗？没问题。好，谢谢，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艺昕带来这么好听的琵琶乐曲，谢谢。那很难得我们镇长还有我们的团队在我们镇长上一届上任之后呢，把这个日式园区开发起来，让我们所有的艺术家，我们所有的艺术团队有一个非常好的展览地点，我们是不是也给我们公所一个掌声，给我们加油一下，我想他们会更卖力的为我们书画家们来做努力打拼，将来会有更优质的场地来献给大家，谢谢，期待我们潮州成为艺术大镇。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艺术大镇的大镇长，我们潮州镇的大家长，周品全周镇长致辞。好，谢谢，感谢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 Amy ，今天，是咱潮州镇公所我们的日式历史文化园区，另外另一则的一个策展啦，我们主持人刚刚有讲，其实在我们整个，这园区里面的展区里面，早期都是由我们潮州不管是摄影展，美术展还有书画展，都是由潮州在地的社团，来做申请，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啦，我们的林文雄老师，你愿意来潮州，把你好的作品在我们潮州园区 来做展览，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艺术作品，与会有看到我们的代表会，我们的王时珍主席，帮我们的张王慧雪代表，还有来自我们林老师的侄子，我们的消防局的，郑峰市主任，还有我们林老师很多的学生，应该是我们万峦乡我们的乐林学习中心，我们整个学生团体，都有来，给我们林老师加油啦，其实在我们林老师的艺术作品里面，除了欣赏他 的作品，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整个作品来了解我们林老师，不管他的父亲也好，还有祖父也好，在日据时代，整个，为了守护我们的百姓，守护我们这个土地，来对抗日本的一些义勇的行为，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策展，让更多，来参加我们参观我们策展的，不管是外地来的游客，透过我们很多的导览职工，来欣赏作品，来了解我们，在日据时代我们林家对于台湾的贡献，在这边也感谢我们代表会主席，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我们策展开幕仪式的我们每一位与会的贵宾，也祝我们策展能够圆满顺利成功，也祝我们与会的贵宾大家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边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这个主题你看看看看，这个为了配合我们林老师特别选这个是书商，哎，非常有气质吧？主席，我跟你讲，这一幅字就是那个王羲之先生的《兰亭序》，特别配合我们的林老师。啊，敬爱的我们的周镇长，我们代表的最勤劳、最亲切的我们张王慧雪代表，还有我最尊敬的林文雄老师，还有老师的宝眷们。那么还有看到我们内埔乡的长青学院的林理事长所带领的团队，还有老师的现场将近有100多位的老师的优秀的学生啊，我们最辛苦的主秘团队哦，所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那现场有看到了屏东新闻的专业老师，现场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上来，我很少上来，其实因为文雄老师，我刚刚听我的亲戚哦，也是老师的学生哦，90岁呢，哇哦，不简单呢，俺讲呢，很棒呢，哦，不简单。然后他能够教，能够会画画，会书法，哦，什么都来。而且刚刚他自己亲自站起来跟大家打招呼，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尊敬你，不简单。好，那因为今天的策展呢，时间很长，从今天开始到10月20号，也麻烦我们现场老师的学生帮老师宣传，来到我们就是文化园区哦，来看老师的策展，看各位学生你们的作品。好，在这边祝福我们今天的策展啊，老师的策展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大家身心健康、平安喜乐，谢谢，感恩大家，感谢我们王主席的祝福与支持，谢谢，请回座。内埔的林家以及我们潮州日式园区这两块匾额的渊源，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潮州镇公所王建元王主秘。哎，我看到他笑都会感激哦。好，来自内埔哈，我们林家的乡亲朋友。还有我们万峦乡老师的学生哦，林雄老师应该桃李满天下哦。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林雄老师，那因为定定哦，他出现各位嘛，谢谢林点了哦。那主要哦，其实最早之前我颇有耳闻林老师的画作跟书法非常的精彩。那在108年，也是2019年的时候，刚好在5年前，那我们林家这边把最珍贵的放在林家祠堂上的匾额赠送给潮州镇公所。那这个因缘故事哈，就可以谈起我们微博主任哈，当初一开始是跟我们立瓦所长去做联系，他说定瓦拍谁你们客家比较多，不好意思讲台语，所长跟我讲的时候，我说这个当然要促成，因为潮州日式历史文化园区哈，那我们讲的是历史哈，我们从现在回头去看历史，那要不就是一种回忆，要不是就是一种记忆，记忆跟回忆的保存哦，政府要尽到很大的努力了哦，跟力量。那所以在那个时候，5年前，2019年就108年的时候，赶快跟他拍板。那时候就是麻烦我们的幕僚团队，那跟林老师这边来做联系。而且当下哦，我们在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是在什么时候？2019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还记得吗？不记得哦。2019年的11月。11月应该是23日，22日办活动，23日。那为什么这时候要来办？因为林老师的学生跟我讲的时候，潮州日式历史文化园区哦，它每一个排展哦，现在已经排展到明年年底，所以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把林文雄老师的策展特别带进来？现在是10月份，对不对？到这个月刚好满5年了。那介绍这两个匾额，有一个很奇妙，也可以说很特殊的因缘巧合。民国36年哦，他己亥年刚好是应该是亥属猪年，行政院把匾额赠给林家，经过72年，刚好又回到猪年的时候，林家祠堂重建，就把它送给潮州。那我们潮州，除非机关制度改变、国家政策改变，否则只要有潮州镇公所存在的一天啊，这两个匾额就会永久保存，就会永久保存。即便潮州镇公所以后改制了，它一样还是列入历史文物的一个保存。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抗日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讲谁对谁错，它纯粹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跟回忆。那林家很感动，
内埔名家就把这一块这两块啦，包括一副对联两个匾的送给镇公所。那我常跟镇长在报告，2019年108年刚好镇长上任的第一年，那镇长是在107年的12月20号就职，那我也随着他担任主任秘书。那我们一开始要执政的时候，当然要想很多，包括把这个场地去做整理啊，去做开放啊，甚至依照家以前这里没有冷气啊，现在有冷气，那你为什么要有冷气？就是游客要驻足的久，如果这时候没有冷气，我想人家不会在里面停了很久啊。所以这中间我们有经过了代表会的支持哈、那我们有花一些预算去做里面的一些设备的增设哈、那在这个月我们在这边开展的同时哦，刚好就是我们感谢林家正典，刚好足足满5年了。那五年，我们都五福麒麟啊啊，种种的吉祥话都有哈、种种的吉祥话。那不归还是要非常感谢哈、我们林老师的学生来促成。那当然最终真的是很感谢林老师愿意来这边策展。那所以我们东涌演派都墨传香哦，这八个字是我想的，因为传承了林德庆、林炳龙的忠跟勇哈、那林老师的书墨一直的传递下去哈、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关声有线电视跟屏东新闻来帮我们做记录，那未来这个纪录片会传给大家，甚至会在新闻上去做传播，那大家可以留一个永久的保存，永久的保存哈、那特别介绍是林德庆先生是林老师的阿公，林炳龙是林老师的爸爸，所以历代中勇传家，传承了所有，我们从，因为我刚刚跟韦博主任在讨论的时候，在抗日的历史中，客家人抗日抗得特别精彩，记载也特别多，他相对闽南人是比较，我赶紧是闽南人啊，不能，有时候我没有抗日，其实心里支持你们，就是抗日，然后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日式文化园区讨论抗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点都不违和啊，为什么？因为历史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只是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在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历史的脉络，历史负责记载，然后让记忆跟回忆留给我们，留给下一代哈。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老师所有的学生们来这边，他也希望哈，在未来到12月20日的时候，那大家广为宣传啊，那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可以来这边欣赏老师的画作。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林家文雄老师啊哈，韦神大哥跟韦博主任啊，感谢两位的千金啊。那刚刚为什么特别安排高秘书的千金？是，这也是传承啊。对，传承。高秘书他们辛苦来了，他去参加叫好。我知道。啊，今天是二女儿，下次大女儿更精彩。是啊。所以特别感谢老师跟我们林家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那也真的非常诚挚的感谢你们，把这些历史留给潮州。那潮州，我们会看到说为什么是放在那里，说今天的莅临，好，谢谢。我们要正式的邀请我们今天我们的作者，也是这一次画展书画画家的作者，我们的林文雄林老师，是不是邀请我们老师到前面来？好，先邀请我们林老师支持，那我们的家族一起来，哎，我们陪伴着爸爸哈，我们一起来请现在呢，同样的哈，用掌声欢迎我们林文雄林老师来支持，同时也为我们介绍他的书画。哇哦，我们是不是再给林老师一个掌声？真的很感恩哈，就感心哎。哎，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哇哦，中气十足哎！这个脚哈，现在不太方便哈，因为年纪大了哈。是。那么今年也90岁了。哇哦！所以说这个身体呀、有一点毛病哈。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这里参加这种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在这里。先跟大家深深的感谢。感
谢谢大家，好，谢谢。现在呢，那今天这个城市啊，都是我的好学生，秋芳，还有那个叶东，都在前面啊。叶东宝贝，我的宝贝啊。老师点名哦。我的宝贝，还有一个谁啊？很多，还有那个谁啊？春芳。哦，还有。哇，满满的都是学生哦。侯丰毅来了没有？有。哦，你到现在才进去。他是负责，现在我都给他们负责文内部的，他是教国画，那叶松他是教书法。哇，这两个宝贝学生，好班长。现在我都交给他们了，所以自从他们接班以后，学生比我的还要多，所以我高兴的快要跳起舞来了。这表示说他比我强，哦，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是啊，对，我不比别人啊，我的学生出头的话，我会非常的高兴。是。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大家都来参与这个盛会，在此致最高的歉意，谢谢大家，谢谢，也谢谢我们林文雄林老师真的诚意满满啊。那接下来我们大合照，来，老师请你们，来，现在那现在邀请我们老师的所有的学生到舞台上，我们一起拍大合照好吗？我们画也一样，老师的画作每一幅也都代表着他在创作的当下，要显现出当下对社会他的对社会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他对家族的一个期许，所以每一个书画呢都非常的有意义哦。等一下呢，我们可以一幅一幅慢慢的去欣赏。那这一次的画作从今天开始展出到10月20号，展出结束之后也差不多要接续我们潮州另外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就大潮季也接着要开始了。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内埔乡亲，10月底之后呢，我们潮州会连续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活动来呈现给大家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开幕仪式到这里告一段落哈。接下来呢，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到我们的展厅，一幅一幅的来欣赏我们高龄90岁林文雄林老师所有的书画作品。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内埔林家，还有内埔所有的好朋友们，以及我们潮州。